那如果跟丽颖姐二搭的话，嗯，你希望是一个什么剧情？可能是伦理剧吧，偏家庭一点的，就是你喂了孩子没有啊？一回家就一巴掌打过来，就你还不回来的那一种剧情。它是冲突感比较大一点的那种剧，给大家新鲜感。对对对，就能新鲜。对我们大家都脑补好不好？是的。觉得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角色？非常非常期待。对，脑补完了也要安排上。好。